相信住元朗的朋友都有听过阿黎乜乜呢一间泰国餐厅，而家喺荃湾都开咗分店啦。其实阿黎乜乜咧系泰文非常好味嘅意思。而家介绍有几道菜，试下佢系咪真系咁好味先。呢一个咧系阿黎乜乜蒜香包，啲客咧个个都叫佢做黄金砖噶。而呢一道菜咧，亦都系呢一间餐厅每个客必点嘅菜式嚟噶。呢一个系黄咖喱牛腩农夫包，将香浓嘅咖喱同埋牛腩放咗喺呢一个咁香脆嘅农夫包入边，个农夫包索晒啲咖喱汁同牛腩味，好好食噶。呢一个系辣椒糕炒花甲，嚟到阿来乜乜咧，一定要试佢哋嘅辣椒糕，有少少甜，少少辣，配埋炒花甲就可以将佢香味发挥到极致啦。呢一个咧系蟹肉花胶炒蛋，本身蟹肉炒蛋咧个味道已经好浓郁噶啦，今次加埋花胶，令到佢嘅口感更上一层楼。哇，系时候补充身体胶原蛋白啦！哇，哇，好大只虾啊！呢只就系传说中嘅潮爆炸大虾啦，佢将柠檬叶、香茅、金不換同埋生蒜同隻大蝦一齊炸，令到隻大蝦咧有齊曬以上香料嘅味道啦，同埋脆到連殼都食得噶，送啤酒，哇，一流啊！呢一個咧係冇骨海南雞飯，佢唔單止冇骨，仲好滑捋捋添噶。點解呢？因為師傅幫佢做咗 SPA， 慢慢浸，浸到佢滑一滑，試下。睇完系咪好想食呢？而家 So Smart 做紧优惠啊，只要用69蚊就可以买到100蚊嘅现金券啦，仲唔快啲嚟试下？